料啦齁，所以呢，像我们今天大家都很用心哦。哎，对，哎，光开完皮料就主动哎，哎，真的呢，弄没弄没特溜啊，你的身都在滑手机啊，哎，很好的，好不好？啊，当然嘛，欢迎的咱今天哩吼，咱家属咱的出皮头尾吼，这吼无影耍。啊，当然吼，特别吼来到咱的梁阳江家，啊来参不着咱这首咱这个盛会哦，当然就是要吼咱的现场的老来滚滚，吼咱的中华万岁，吼咱的太祖爷啊，感受着咱今天哩坐坐咱家好朋友，上届热情的心意，这个一年一度的盛会啦，好不好？哦，所以呢，在我们今天呢，咱不带咱这个空调，哎，我特别安排的三点钟的时间啊，这个说长不长，说短不 短，好不好？但是我想。开心的时间都会过得非常的快，哎，今天的嘿啊，所以呢，等一下可能一眨眼就大概要下班了。对，哎，真的，有时候你刚刚刚看，怎么那么快？看到就欢喜，一个哈，要耍，已经要十点嘛，对不对？很多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朋友们现在都很内行，这个手机都有带出门，会对，听到好听的，听到喜欢的，会把它录下来，好不好？啊，当然，在我们今天这个时刻呢，在咱边啊没有嘛，咱的这个电影在放映，然后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现场吧，看你们喜欢看什么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都欢迎大家。好，因为来家乡吼，就是你上届着咱的心意，要向着咱的中大万岁啊来做祝寿。好，所以呢，在我们今天呢，一旦看到，其实我们在后面呢有在筹备，我们这最近的。我们的太子文化祭，哎，谢谢，对不？阿生哈，大概呢，我赢啦，希望我们今天就可以帮我们先来打个卡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说，哎，老天就老卡，对，今天也让我们更看这一块，比如怎样讲，哎，在咱这几天，咱的梁阳江哈，咱八开出梁阳江家非常的老嘞，哎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大家呢，就是好好的把握我们愉快的晚上时光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赶快来继续听到我们甜心的下一首歌曲。好的，继续安排歌曲的随心，谢谢。好嘞，特别安排的那就是歌曲来自我们向慧玲的。歌曲哦，在咱的舞台上哦，再度要送予着咱所有咱这落花种地主来做欣赏，谢谢，谢谢。就是我怕自己，我怕自己。
西西，西西，你这么准备看这一边哈？对啊，那你要看左边还看右边？我看我去，我看我看，哎呀，看到我来，伊看到我出来就讲啊死啊，我害啊，我不要乱，没得啊，所以。